前面其实是有那个西班牙文的哈，那我们就带我们的诠释啊，就尽量对，因为你知道其实西班牙文有一个词，那个词台语是发音很像，哪一个呢？叫婆虾。婆虾哦，真的吗？很好，听一下婆。婆虾哈，对，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关键字的话，大家那个手要放下，要快的快，手机都放下，掌声响起来。对，好，那这首歌。声音落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Yeah.
来去我。